烧饼和比萨为啥都要露馅儿？今天我给大家做的特色就是个露馅的烧饼。露馅的烧饼？对，露馅烧饼外酥里嫩，制作肉馅关键环节是什么？不要加什么，还有什么这都不要加。土耳其比萨啥味儿？做成船形有啥讲究？比萨那馅儿都是露在外边的，您吃那露馅的露的是芝士，咱今儿吃这个露的是肉。露馅的饼怎么做才好吃？本期节目敬请期待。哎，这是一什么呀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这里面都包浆了呀，这是黑色的，是经常用，一看就是有年头是吧？有年头了。我那床，您见多识广，您给说的，这是一什么？我猜哈，它是一个电炉子，电这烧紫砂壶的，不可能，这连电源插销都没有。要不然我们这摄像大哥在这个角度比较高，您给看一眼，这是什么呀？我看像个桶嘛，是不是放冰块的桶？放冰块的？对，纯冰块的桶是不是？这个咱们要是出去卖饮料，拿那个我觉得不太方便，真的。现在搁冰的几乎就是一槽子，不可能做成圆的呀，对吧？对，说你们都猜错了。这是我做烧饼的炉子，烧饼，烧饼，对，这是我们特色。哎呦，这我还真没见过。是，要说这回家吃饭做的烧饼，我跟您说可真不少。我们做过类似的，什么门钉肉饼、芝麻酱糖饼、馅儿饼、韭菜盒子，那好吃的东西太多了。但您这种超乎我们的想象力了，已经。这是我们特色。哦，这是您的特色。对，我来自河南信阳商城，我姓廖，我叫廖浩。今天我给大家做的特色就是个露馅的烧饼。露馅的烧饼？对，你看这不露馅的烧饼我吃不少，露馅儿，我们的露馅的烧饼更香更好。这我还真是头一次听说啊，露馅的烧饼还更香。对，那您看啊，同样是河南老乡，人家做一露馅的，您是不是打算做一个不露馅的？他都露馅，我必须也得露馅啊。今天给您带来一个露馅的比萨。比萨那馅儿都是露在外边的，露馅跟露馅还不一样。您吃那露馅的，露的是芝士，咱今儿吃这个露的是肉。那好吧，既然您二位今天就下定决心要把露馅这个比划到底，那咱就看看谁露得多，谁露得好，好吧？好，露馅开始。咱有没有大点的盆儿？有，我们家就趁盆儿。我跟您说吧，这够大吗？这个这可以吧？可以，这行吗？这平时从那时候都拿这个吃面条。我的餐具，凉凉面。对呀、你开水有吗？开水有，开水有。来，给您开水。我们这个是老式方法的和面，有多老？有上百年了吗？有了，这我们已经传了四代了。孤陋寡闻，真的真是孤陋寡闻。从太爷爷开始做的，好好学习学习，您得。对，您这还要搁点什么呀？这就是我们的老窖子，老窖子是不是北京话？哦，窖头发面，北京话就是老肥，老肥。用这个的现在少了，特别少，所以说是老天然酵母。对，那您这么一做，我觉得它这还是半发面，对，那它香味肯定更足，对，对吧？然后面也更筋道，更筋道，对。那咱这烧饼这个面啊，要活到一个什么样的软硬程度？不粘手就可以，就不粘手，对，三光还是吧？对。那咱这个烧饼要是天天都这么着揉，您一天给揉多少斤面啊？少的话有几十斤，多的有几百斤了。几百斤那就是四五袋面粉了。对啊，两三不算水。对，这面就和好了，和好之后要给它醒上两三个小时。那咱这有没有提前发制好的呀？有，提前准备好了有。这是我们发好的面，面全部醒好之后，再要加上碱。哦，还要加上碱？对，这太像我们小时候蒸馒头、蒸肉馍。都得最后往里揣点碱，加碱重要，一个是它口感好，又筋道，还香，这个等于已经加过碱了，对，这加过碱也醒了两三个小时了。对，那我们开始把这个面揉一下。好，发好的面再给它揉一下，让它增加一点这叫浸度是吧？对，有韧性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。这个跟咱们做肉炉还不一样，不用把这气儿都排出去，就让那个要那个气儿的感觉，对，用那宣腾劲儿。行，我这面揉的差不多了，哎，我想把这个炉子给它炭给加上。好嘞，加炭喽！哎，炭来了。好，哎呦，有这现烧的炭。不加了，咱这炉子搁这么高，是不是干活不方便？对，咱是不是给撂地儿啊？可以，撂地，好嘞，走，一二，这还挺沉的呢。对，嚯，好了，搁稳当了。往下炭，咱往里搁炭。这堆炭有没有什么要求？这个炭是我们用的纯的梨木炭。梨木炭，对，怪不得我们能闻见那种淡淡的那种花香。你看人用果木炭来烤，这个炭它耐烧，而且的温度烤着烧饼绝对香。这个温度高。好，
咱开始做这个烧饼。我看您这准备了。这应该是猪肉馅儿，对，有猪肉，新鲜的这种五花肉，一般是瘦七肥三。这个肉啊，我们用的不是肉丁，用的是肉丝儿。就是肉馅儿不是馅儿，实际上是肉条。哎，对肉丝儿，对，一个是用了之后它后期贴的时候不容易掉，还有一个就是它口感会更好。你就是肉泥的话，它就没有这种口感。好，您这加的什么呀？偷偷摸摸要准备放，这是我们特制的秘方，里面有盐、味精、胡椒粉。咱们这个馅儿我看也没搁什么葱姜，所以全靠这个调味儿。所以这个味道一定更加的浑厚浓郁。这料我也不搁吗？不搁。您看人对这馅儿啊自信满满，全靠这里面这个秘籍，说明他对这个肉已经非常了解了。加了之后我们充分的把它拌匀就可以，不要加什么水啊、料酒啊，还有什么酱油这些都不要加。它因为它水不是单纯的烤出来的那种油，肥肉的那个油，我知道了，因为本身这个瘦肉里边啊就含水量很高，对，再加水一烤，这水出来之后把这饼给泡就不脆了，它就不好吃的。对，不要水，只要油，又出香味还保持脆。第三个就是搅拌好以后不要当时就用它的，要让它充分的入味，放置一个晚上。比如说你明天用，今天就把它调制好，怎么让它充分的就是吸收它的味道，腌制好以后就可以。这个时候其实把肉里面的氨基酸和调料充分的融合，散发出更香的味道。哎，而且这个时候水分还能出来一点。对对对，更加干爽，好吃。对，咱就有提前腌制好的肉馅，很干燥这个肉。对，好，这个肉放这，开始把这个面和成一个小的剂子，就可以开始包了。手秤大小非常均匀，这估计咱们就是腰一下应该相差超不过两克。经年累月的做，这手上就跟这个秤一样很准。没错没错，这个半发面的馅儿看起来其实就比这纯死面要喧腾很多。对，用您用这家伙事儿也是独特的，这也是我们对特制的。这咱们不就这是咱们几百年都有吗？这是也用了很久，这至少从爷爷不是这用都是这种啊，都是用。这个就这么擀一下就可以了。对，哦，因为这是炉子小，我们做的饼就稍微小一点，哦，迷你了一点。对，好，来，哎，你看这馅儿干的啊，就是有干的好处。哎，因为它这样包起来的话，它也不会像咱们说，哎呦，有这个馅儿汤水。你看它这个加一点葱肉，你看腌一晚上这肉哈，以后粘性了，你看了吗？哎，粘性，出粘度了。对，哦，这太像我们以前那个做月饼之前进模子之前了啊，先这样弄完，啪一扣，哦，一反过来。咱俩要不要帮个忙？来吧，我也学习。开始吧，我们这手都是洗过的啊。可以，可以试一下。这个肉馅儿先把它摊平。摊平哦，这第一步是要摊平，不要让它这个光居在中间一旮。对对，它容易别的地方有肉，一个地方没有肉。哦，吃的时候不均匀。对，都在一个地方。肉馅儿要搂均匀一点。你看肉馅儿都就吃这样吗？我这要多加一点，我这个就这样是吧？这不用揪掉这块是吧？也不用，反正就这么揪就成。我这可以，可以揪掉。我这速度挺快，揪掉也可以。我这手法不行，但是我这绝对没问题，能粘上。你很棒了，你这已经。你看，我这最起码很圆。对，很圆。好嘞，行了。撒上一点薄面。对，把它压平，轻轻压平之后，然后就开始。切开，哎呦，这厉害了！您这为什么要用反用这刀把，不能正着用呢？正因为它不好切。哦，反刀不好切了。对，它就容易把这儿边上给切断了。哦，但是这太容易切着手了，我觉得。看着我就有点害怕。就我也觉得是刀刀不离手指头，但是恰恰正因为有这个大拇指在中间，就大拇指的位置没切，它既有规律，沿着一个角度转圈，最后又不断。您这是七七多少刀啊？如果正常的话，它就是20-22刀这样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。因为这个它做的个头小小一点啊，对，个头小就大概17、18刀左右。对，哎呦，我原来以为是刀在转，实际上是饼在转。本来我想试试一这个，你留一个吧，让那个不，让我本来想试试，是我后来我就是蒙上他的眼睛，他是一个呀，那好吧，这得练，这真的给练，关键他的速度还在这儿，你看，刀刀下去还不两层都切断，只切断一层面，让馅儿刚刚露出来，大家可以看到了，这个呢就是割的不均匀的，它切出来的地方有的地方没露馅儿，对，它露的少或者露的是面，对吧？这种呢就是全露的肉呢。非常均匀，所以切出来之后很好看，看着漂亮，就像那向日葵那个绽放那样，开花的那个，哎，开花了，好看，好，开始，哦，这个时候才要擀，把它擀成饼状，
擀圆、哦，还要反过来擀。对，哟，你看，因为你站着擀，它有肉，它容易粘在这上面。哦，对，你反过来擀它都没事。这擀有没有什么技巧？有，如果你擀的不好，就是容易不好看，或者还有就是你容易把这个边上肉给擀出来了，哦、就露出来了。所以用劲儿要均匀，对吧？用劲均匀，对。那您刚才这么充分地给我们展示了一下这个花刀，它为什么要让它露馅儿呢？一个是它露馅儿之后烤制出来一个好看，嗯，有食欲感，是。还有一个是，烤制之后它这个有没有油流出来之后饼会更酥更脆、嗯、好吃。这我知道了，因为它这个油脂啊释放出来，然后它再渗到旁边的面皮里头，这个面啊就更酥、更香、对，更脆。嗯，说的我馋了。来，大家可以看啊，铺好的这个饼。跟一朵花儿一样，是吧？哎呦，真的很漂亮，所以这个肉真的特别特别干爽。嗯，这我觉得其实观众朋友们学会了，真的可以在家做做。这个没有这个工具，我们要是拿锅电饼铛也成吧？对，拿电饼铛也可以。哦，您这还要或者这是老抽吗？不是，啊，生抽。你们猜这什么？醋，都没猜出来。这个、都没猜出来，我们这又是酱油又是醋，又不是糖稀。生抽老抽我都拆完了。对啊，这就是红糖水。红糖水，哦，上色的，对，上色一样色，而且它有红糖的这种本身自带的香味啊，对，而且颜色也好看，烤出来肯定是那种金黄色，带着那种枣红色，对，然后再撒点芝麻，芝麻，哦，这个，哎，灵魂的，这是灵魂，一定要放芝麻，轻轻一摁，更香，更香，嗯，现在我们可以贴它，要准备入炉了是吧？对，好。嗯，现在准备开始。最关键的时刻到了，我们要把这个手上蘸上这个蘸上点水，凉水防烫，太烫。又同时呢，让这个饼更容易粘在这个炉壁上。对。好，大家看啊，哇，完全粘在上面了。对，很服帖。这个特别像咱们在新疆吃那个馕啊，或者是那个烤包子也是这样，然后就直接一蘸水，啪就上。这烧饼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咱们特殊的工具，对，大概要烤多长时间？4到5分钟吧。4到5分钟的时间，对，哎，我们现在呢已经闻见这个香味了。这个香味来自于就是因为它这个切了口之后的这个饼啊，油脂，尤其是这个肉的油脂，它是直接与这个火炭接触，这个香味就出来了。对，所以露馅儿就有露馅儿的好处。4分钟的时间很快就到了，我们现在已经能够闻到浓郁的这种麦香味，焦香无比，是不是可以出锅了？可以了，可以来出炉，见证美食的时刻。哇，好香啊！这香味，哇，一摸滋冒油。开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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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不及了，我已经啊！一人拿一张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哇，好看，嗯。看了吗？嗯。肉锅的好锅，香香，嗯，先是芝麻的香味儿，对，然后是这个饼小麦的香味儿，嗯，紧接着是肉里面油脂的香气，然后你越嚼越香，能尝出那个瘦肉的味道。切成条是有目的的，对，口感也发生了变化，是，越吃越带劲，这俩字儿，外脆里嫩，嗯，好吃，对吧？对，嗯，露馅烧饼和面要用热水浇入老面做引子，这样更容易发酵。制作肉馅的时候完全不能加水，保持肉馅的干燥，这样饼更酥脆。包好烧饼要转圈切花刀，既好看又好吃。烤制的时候要沾点水，既能防止烫手，又能让烧饼更易粘住烤炉。给大家画个重点，调馅料的时候不能加水和汤汁调料，否则饼不容易酥脆。咱们吃完这个中式的肉馅的这种馅饼，咱必须得扛扛它。刚才他夸下海口，对，是吧？要做一个土耳其的比萨，绝对是露馅。好，让冯大厨露一手，可以，开始来。咱们也是鲜和面，250克面粉，嗯，然后呢，这个是5克的酵母，你帮我拿着温水。好嘞，一般是250克面粉，140克的温水就可以。哦，要把它先卸开，卸开，给它一个舒服的环境，在40度的水的一个环境里边，它更容易起反应，然后再来点白糖，加速它的这个发酵过程。发酵过程，一般这个情况下呢，我们是等个10分钟，嗯，这个酵母你明显的感觉它在冒泡了开始，然后这个说明这个酵母已经活跃了，能加速我们这个面团的发酵，就是我们等它10分钟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差不多10分钟了，我们把这个面粉加进来，
这时候真的是能够闻见那种酵母的香气，酵母的香味啊。然后呢，再来个三克盐，来个十克橄榄油，油呢是让这个面更加的有光泽，润起来，润起来。对，我们把它和起来。好，这也是三光。我们然后一般的情况下把它封到保鲜膜，然后呢半个小时，让它发到这个面的两倍大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先把咱们这个肉馅先做一下。今天咱们要做两种馅，一种呢是咱们这土耳其传统的牛肉馅料，另外一个是咱们做一个稍微创意一点的，跟意式做个结合的这种鸡肉馅。哦，哎，太棒了！然后这是咱们的牛肉馅，牛肉馅呢可以37或者28都行，就根据咱们自己的口味去定就行了。好，这个是牛肉馅，咱来点洋葱跟蒜。哦，差不多250克的肉馅，需要100克的洋葱，然后咱们切点碎就行，白洋葱跟紫洋葱都行哈。嗯。好，来点洋葱。那您给我们说说，大家都认为你仨是意大利土耳其的呢，也是这几年咱们开始流行，他们俩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？其实土耳其的比萨比意大利更早一些，更古老一些，他只是说我传到我们这儿就是比较晚了。哎，就是意大利有点先入为主的感觉啊，然后呈现上的有点区别，土耳其的就是馅儿冲外啊，然后那个意大利呢做的全是芝士，这种就表面上芝士更多一些。对，哎呦，您看啊，今天您算来对了，咱们跟冯老师这块好好学学，哎，咱吃一个地道一点的土耳其的比萨，然后再来点青椒。嗯，你看这就是他们跟意式的很大的区别，提前给它做好，先让馅料有了个底味儿。对对，有个底味儿。咱这个馅料里边，你看不光是有这个洋葱、蒜，还有这个青菜、彩椒，算是青菜，还有一个我特别爱吃的。不知道这个观众朋友们爱不爱吃哈？哇，咱中国香菜，土耳其人也爱吃啊，也爱吃。香菜是他们这个菜的灵魂，就是中东有很多地方都吃香菜。香菜来个10克20克都可以啊，然后咱们可以调味了。就现在已经很香了，哎，很香，真的综合在一块儿，然后来点孜然，5-6克，然后来点这个红椒粉，要它颜色，不要它的辣味儿。这种红椒粉呢，跟我们吃的红辣椒面是不一样的，对，很甜，而且是甜椒，对，但它不辣。来点现磨的黑胡椒，现在这个味道就感觉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这个神秘的国度啊，土耳其啊，就那种。咱们给它稍微拌一下，抓的稍微黏糊一点，把这个蔬菜啊、葱啊给它攥点汁儿出来，跟这肉混合到一块儿。这时候呢，咱们这第一个馅儿，咱们再来点番茄，切点番茄丁，不用太多。大家可以看啊，现在这个酱，这种浓郁的香料味儿，加上这个馅儿本身就有底味儿，而且这个馅儿的量还不少，完全跟意大利的比萨是有巨大的区别。有区别。然后咱们这肉馅儿就做得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咱们把这个鸡肉的也做一下，鸡腿肉，然后有这个蘑菇，加一些中国的辣椒，少来点盐，来点白胡椒去一下这个腥味儿，抓匀就可以。今天给您做一个土耳其的蘑菇鸡肉比萨。接下来咱们要做咱们这个面了。咱们在做之前呢，咱们先把这个烤箱给它预热上。好，要不然这个一会儿烤的时候来不及。200度上下火，提前预热。咱烤箱先预热上，这个时候呢，咱把这个面给做一下。这时候廖大哥，您给看看了。行，咱们这个商城的这个烧饼的面啊，跟他这个面有区别，他没用老酵母，他用的是发酵粉加糖，加快了他的发酵过程。咱看看出来效果是不是跟他一样？您那饼首先是干松麦香，还有点这个微微的膨胀，他这个感觉比咱们细乎啊，对，软一点，软一点，这个面对对。咱们擀的时候呢，别太使大劲儿，要不然擀薄厚不一。您看，您倒是用了一个中式的擀面杖，人家用的是狗的。你能换用那个擀面杖，让我们看看吗？可以可以。其实那个更专业一些，我觉得。对，但因为咱们这个太短了，我不敢用这肘子。怕给推开了。对，劲儿太大，它因为它本身就有它自己的重量。就有重量。对对对对。这个时候差不多了，拿着锡纸，拿点锡纸，稍微把这烤盘给它包一下，一会儿直接把它这个放在烤盘上就行。尽量把这个锡纸跟这个烤盘贴实了，要不然咱们烤出来之后，它整个这个受热不均匀，底下不容易上色。好，这是一个关键点，咱们要让这个锡纸跟烤盘服贴，更容易上色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如果觉得小的话，可以稍微抻一下，抻一下就可以了。尤其是发面，其实它容易伸缩，对，它自己还会缩。但是跟您的面还有一个区别，您用了一点半烫面。啊，对，对吧？对。半烫面，它就其实韧性更足一些，而且我这个面是中筋面，它不是高筋的哦，因为我不需要它微缩，但是我希望它有点咬劲儿，有点就选择这个中筋面粉。而廖大哥的那个呢，相对来说增加了一些筋度，对，所以其实那个面可以任由您给它改变形状，对，它会后面会有点回缩，对，稍微有点回缩也没事儿，对，这样的话能让那个肉，哎，拱出来更好看。
对，这个厚度也是一致。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做。我看您也准备了这个马苏里亚奶酪。对，咱也用芝士，但是咱不把它放在上面。哦，咱们这个给它放在下面。它都铺在下面。您不会是刚听我们一说，就生怕说不露馅儿，现擀现发的吗？不是，人家就是这么做。然后呢，这是咱们的牛肉馅铺进来，给它居中一些，然后给它松散一点。我们啊，平时吃的，因为上面有一层厚厚的奶酪，其实看不见什么馅儿，上面有什么馅儿？对，这个馅儿呢，现在是铺在这个奶酪上面，哎，厚实。而且颜色也漂亮，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吗？比赛也一般也就这样了。其实还没有，我们最重要的一步也是土耳其比赛的这个特点。今天咱们做的这是这个船型的，因为土耳其这个比赛啊，它是一个船型的比赛。两边给它折一下，然后你看窝一个这个尖出来，这个船头嘛这是，然后给它立起来，剩下这个立起来。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？因为里面搁了这么多馅。好了，露出来了，就脱配。咱们这个馅儿它其实不怕它跑，它其实就是一个造型，而且吃起来不会掉啊，也是方便食用。然后咱们再做第二种，这个就是根据意式我们做的一个改良，意式的青酱，来点芝士，咱把这个芝士放在也是放在下面，再来点这个辣味的这个蘑菇鸡肉馅儿，来，我们把馅儿放进来，也是铺上了厚厚的一层，大家可以看啊，非常厚实的这种馅儿。对，你看我放这个馅儿的时候有一个小特点啊，就是我不是把它抹特别平，这样烤出来的肉其实不好吃。我们应该有这种高低层次这种错落，有层次感。它烤完之后，高的这个部分肯定是焦的，是脆的，下面也是熟的，它有一个口味的一个差别，等于自然的凹凸不平。对，凹凸不平会让它在烤箱里受热变得不均，反而出现了不同的这种味道。没错，没错，香嫩脆结合。然后我需要一个蛋黄刷它外面，就是让它颜色会更好看一些。您看啊，刷上这蛋黄之后，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馅儿在外边，它有了蛋黄它就更好看了，是吧？更像一艘金色的船。金黄咱船还可以给它小点缀一下，来点芝麻。漂亮，可以了。这时候咱们烤箱也预热差不多了，咱们是200度，然后烤15到20分钟。好，咱们再放烤箱里来。时间到了，咱这比赛差不多了，我把它取出来。好嘞，就热吃最好。对，来了，哇，带着香味儿过来了，小香味儿，对，这也太香了。咱们这个就完成了，好，来尝尝吧，太好了。可以啊，面很酥脆啊，对啊，而这个馅儿本身也有味道，对，馅儿，然后再加上这个洋葱，它一结合，味道不错。让我们再来尝一尝这个青酱蘑菇鸡肉，这个创意版的土耳其比萨。好嘞，通过肉馅儿让这个肉啊，经过高温烘烤之后。变得爽脆无比，对，这种酥脆感让我们的口感叠加发生了这种非常复杂的变化，太好吃了，尤其上面点睛的这个罗勒啊，让人觉得相辅相成，对，有新鲜的也有这个酱香味啊。好吃的土耳其比萨和面的时候要先用温水把糖和酵母化开，这样面团更容易发酵。制作肉馅时番茄最后加入，请轻轻抓拌，防止汤汁出水过多。面饼擀成椭圆形，加入芝士和两种口味肉馅，烤至成熟即可。划重点，比萨做好加入肉馅之后卷成船形，这样汤汁不易流出。真厉害了，像我刚才这肉馅炒的，能不能通过擀制给它改正一下？改匀一下是吧？对啊，擀不匀了，它一擀不匀，那我吃。这你蛋黄还能分得出来？看它擀得住，还真是能擀得住。它就是真的，面和面它因为有肉，它就粘不住，它它没有肉，它就粘住了。刀口等于又恢复了，对，又粘上了。